吃饭了吗，大家？你到家了吗？等太久了，大家，对不起。
没关系，抱歉。烧鸭饭，恭喜君。我没有很想吃晚餐呢，我吃葡萄而已吧。你们呢？很好。不吐葡萄皮。洗干净。哦，对啊，阿凯怎么了？阿凯，谢谢柠檬。葡萄甜吗？有的，有的。等一下肯定要出门干嘛？对不起呀，阿凯，对不起。晚安，阿翔，晚安，谢伯承。上次哦，伯承第一，哦哦哦。对，上次伯承不见了。眼镜，可爱，能用的帽子。哎呀，那边等了很久的阿姐，等不及。低配低配，晚安啊大家，艾瑞，我今天还是一样开一个半小时，开到九点半，大家低配的。
没事的，大家，我很抱歉，我那么晚开，对不起。拜拜啦，该吃葡萄。刚刚那个好酸哦，天哪！酸葡萄，酸葡萄心态。公演前好常常会感冒，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是我是一直都在感冒啊。上场自动好。以为被放鸟，没有让大家久等了。可怕的体质，很 no no 的体质。这没有观众给我看，上了舞台还 OK 吗？可以的，也是可以等我23小时。明天4点半见。为什么？为什么是明天4点半？本来每天给我舞台就没事了，感觉每天这样子，无时无刻都这样，会身体休息不好的话，会更差吧。了解你的意思，了解了解。吃饱了。了解了解，没有啊，我前几个直播时间不是那个啦，不是前几天才定的啦，之前就定下来了。了解你了解，是的。你们吃饭了吗？都吃了吧。再吃几颗好了，把这一串吃掉好了，就没就只剩一串了。吃饱了，8点了，也该吃饱了，是这样吗？咦，你刻下来，赞嘞，真。今天有吃炸哦，好吃。刚吃了好多洛梨，真的假的？单吃哦。今天就是大家本来想说错过直播，没想到结尾了，并没有哦，女人。谢谢陈。下午吃太多，晚餐就不吃了。晚餐是要吃吧，听。加酱油没有欸，我没有很喜欢洛梨耶。有时候吃沙拉不是会有洛梨吗？我感觉我不是很喜欢。虽然我没有喝过什么六洛梨牛奶是吗？可是我感觉我没有很喜欢耶。信骗我，真的。
等一下来去看他们。啊，葡萄加酱油。琉璃，你很故意耶。我没有喝过耶，我没有喝过洛梨牛奶，可以试试看啊。可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就是不会特别想到要去试试看这件事情。OK， 试试看。不太敢吃吗？就是没有很喜欢。就是如果我单吃洛梨，就是比如说吃沙拉啊，会吃到嘛，有些沙拉会加。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喜欢洛梨的味道，还有它的口感什么的。就如果只是它吃它的话啦，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喝过洛梨牛奶。推荐的牛奶，好啊，就是遇到的话可以试试看。真的很不一样。OK， 我今天看到几点？9:30。晚上好，田中。高精力是不会其实会啊，我不会很拒绝去尝试啊，我觉得很棒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我就是不会，我不会想说，今天来试试看好了，不会讲。这个也坏掉。这个时间开，想起以前9:30到10:30。点个沙哦，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加露面，因为我就不是非常喜欢的景，不会特别加露面的景。我怎么不尝试去同牛奶啊？就是喝过觉得很恶心啊。手机开头你丢去电视看新影片，大家气质爆棚，哇，真的是。用也是试试，如果他会喷汁，我真的不行耶。如果他就，我觉得如果他全身都是脆脆的，我觉得我可能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他会喷汁，我就真的不行，无法接受。好想用大荧幕看阿姐公演，来买一个投影机。哇，为了一个公演特地买，不过以后看电影什么的也是可以用啦，人。很 juicy 不行吗？不行吧，有点太 juicy。刚开始不想喝到栗子一桶，没有，但在之前就有喝过啦。就是真的不喜欢芋头的味道。大家说要传蚕蛹的，我有收到，有人跟我分享，哈哈，超好笑。欢迎中影，晚安。看他姐姐的电影，哇，我希望有缘。大荧幕看真的赞，跟电影一样。谢伯承，最近全联正在芋头季，要提醒一下我妈。嗨，中影晚安，大家晚安，田中晚安。看完有想吃吗？没有耶。
是不是也坏掉了？这个头看起来就不太对劲。谢谢钟莹，妈妈是头，她很爱啊，她超爱芋头的。哦，好酸。吃完了。周末的公演一定会很棒，第一次看哦，真的有，希望你会爱上我们的公演。头看起来怪怪的，谢谢瑞瑞。下周就结束居家上班了，不过现在疫情我不太确定耶，有好转吧？是吗？还是你是在 QQ 说不想要在家里上班的？嗨，谢谢舅。还好这次公演是晚上开始跑。对啊，不要烦我儿子。6点。第一次看线上阿杰，大家都第一次看我们的线上公演好吗？现场真的超棒，相信很多海外粉丝都会喜欢上的。希望我们的线上也大家也会很不知道，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也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好，我也有期待你来现场的那一天呢。有在家上班5:30比较好搭着看，用手机看起来比较小，赶快去用电脑，赶快去。用出来一台电脑，今天要下班刚好到家接着看公演。那个谁啊 ，Fly 吗？是不是 Fly 啊？他是不是不能看？都是阿姐就很喜欢啊，结果没有阿姐。已经准备好大荧幕了，你们真是万事俱备。推荐为了明天而接吻吗？我也觉得那首歌很漂亮，那首歌的衣服，其实每一首都很漂亮啊。那一首有很气质的感觉，很气质，然后是小公主的感觉。现在暑假已经可以哦 ，Fly 也没有上课是吧？赞啦！我会买票的，大家不要，大家请不要压线。终于能上班了，但是却不能看公演，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又高兴又难过，公演。全家一起看更新介绍，说这个就是哎呦罢了，怎么有点丢脸的感觉？之前找了朋友看潮组，哦真的吗？要一起吃炸鸡，看潮组公演，感觉好赞哦！
剪指甲。谢谢瑞瑞，谢谢米酒。五月第一次看草图完就疫情爆发，哎，但是没有，你至少有赶到最后一波啊，对不对？至少先看过现场了，反正还是不错的。风铃草要吃热炒，怎么样都对味吧？风铃草的部分，好久没看到我，对啊，瑞瑞，我们超久没见了。该买 M 还是咸酥鸡还是金针？M 是什么、啊？麦当哦，我还没去做新指甲。对啊，没错，没有。哎呦，指甲！生日过了一天还可以领回，可以啊，空也没有问题的啊。金董们都要吧。本来想看三场，结果下午的 Daisy 看不到，幸好还可以看报，看报阿杰。可惜可惜可惜，当不了全餐仔。可以啊，没问题的，朋友也没事的。会为了工人去做漂亮的新美甲，其实我很想做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就自己涂，先自己涂指甲油吧。就是还现在还是尽量就不要外出吧。谢谢柠檬。过好几个月不行吧，你懂吗？第一次看没换美甲阿姐吧，真的。第一次公演没有做指甲。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谢谢柠檬。凡事小心的意思，就是。还是先不要做吧，自己买台光疗机，反正疫情，哎，不要了，我感觉我疫情结束就不会，就很少会进图了，只要自己赶就好。不然给雨林一次机会当我的美甲师。哎，好，好，美玲，为什么变美玲？什么时候有美玲的事了？美玲觉得问号。美玲的话可以做豹纹的 ，OK 啊，豹纹其实有时候也蛮可爱的啊，又可爱又帅又酷，看是什么样的豹纹。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豹纹，然后它旁边是毛毛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真的超级超级好看，超级喜欢。你妈叫美玲哦，真的、哦，赞你妈妈会取名。自己说自己笑，笑自己，笑自己就像。草主的疫情怎么会结束呢？这个选字阿凯，很爆的那一种，下次穿豹纹服装，什么场合？
喜欢在做，不是很想做同样的东西。刚刚关键就是要自己说自己说，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说自己笑，自己说成员笑，成员说成员笑。服装玛雅妈妈大概有关系，有八嗓都有的，毕竟对，哎对，说到这个，前几天那个麻油，就是他说，就是他家里有寄那个饼干来，然后。妈妈寄了这个，在跟我认真，太好笑了，还不能露表情，还要这样问。麻油妈妈。到底多像，我不觉得是真粉丝吗？笑死！太好笑了！我是应该发个现，对啊，应该发个现实动态，然后 tag 麻油说谢谢麻油妈妈。太可爱，这是什么味道？这好吃吗？我还没有吃欸，我还没有吃欸，真的要歇一下。蛮像的，真的假的？你懂吗？明天猜拳，如果我没穿鞋，豆子到底难过？我不想。说不定妈妈正在看，跟她打妈妈看没有嘞。还好他说了之后觉得很像，有吗？我再仔细瞧瞧。不像吧？我眼睛哪有那么大？粉红色的眼睛，金钩子音，发型像，怎么分呢、啊？真的是，什么根本姐妹笑死，是个美人，是个美人，好吧，好吧，大家都这样子，头发像，发型像，发型像，我同意发型像，哇，粉红色的眼睛。一箱，谢思源，谢思源，衣服快来了，好害怕哦。阿姐这边要谢谢灰灰，
我考虑一下。力气很大，我有力气很大吗？就差没有竹筒。妈，下次如果约我去他家，应该就是一副祈祷，请自己拿过来。把七七撞成那样，那一切都只是巧合，不是不用叫七七太开心，这个就是瞎说了，对不对？那个，我会把它撞那么 OK， 绝对只是一个力道与角度的巧合。OK， 真的拿，好好讲话，真的拿过来，阿姐就会传了吗？不会，听，哼。Am I a drug to you？ 真的没有特别力气大，好不好？力与美的结合，哇，讲的艺术。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哪有的爱？妈要穿的话，姐会一起穿吗？真的是很难讲。要不要姐会利用技巧吗？力道掌握很好，好吧，这样讲是可以接受的、啊。等一下，我先去把葡萄冰起来。等我一下。葡萄还不吃完，我吃完一串啦、啊。哦，空叶，对，他昨天生日嘛，昨天对不对？忘记了 ，sorry。空叶嘛，谢钟怡，到底是什么影片？我好想现在看了。空也在不在？空也是不是跑走？哦，
我知道是生血的影片啊，我想看，我想只是我现在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晚安心。剪片五六八月直接跳过七月，太香太香，要保护一下，自己讲。空月在耶，博成好啊，那我分开好吗？先那个空先空月等好了，先空月等好吗？生日快乐，祝你这一年都会事事顺心，然后身体健康，然后做事情都很顺利，然后会很幸运遇到很多好事。生日快乐，空爷。祝你生日快乐！嗯，哼，没关系，他说了我就给他吧，没事的，没事的，生快空叶。然后是博成，狮子座小火箭其实蛮 Q 的，谢谢博成，谢谢博成，好可爱哦，那个狮子六六六，自己讲六六六。谢谢陈伯成生日快乐！啊，谢谢空叶生日快乐！我要讲什么？谢谢空叶生日快乐！笑死！谢谢空叶啦！谢谢空叶！宕机。因为我在想我等一下要住博城，然后现在还在讲空业，混乱，大家抱歉，谢谢空业，谢谢空业的狮子座火箭，没事啦，我刚有吃葡萄了。抱歉抱歉，谢谢你。然后是博成上一次直播的第一名，上一次直播的第一名，安一姐晚安晚安，没事的。谢谢博成，
我要撑点吉林曲。阿杰吃葡萄会吃皮吗？会。刚刚就没有吐嘛，还是因为看有没有纸啊？没有纸就直接吃下去了。晚安，萝莉。教学当中，谢谢大家。点击音曲更好，有吗？没有更好吧。粘在皮上的果肉最好吃，不知道哎、欸。啊，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就是你只要打字输入字而已，没有这个按键啦，只是你自己要打字输打那个点击领取这样而已。Sorry， 感觉有点，抱歉抱歉。先骑个车，好的，瑞瑞 ，sorry， 哎，新罐头感觉是可以，点进去，谢谢上次第一名博成，谢谢，嗯。是我自己搞太难了吧 ？Sorry 大家，抱歉，抱歉，抱歉，谢谢您。不容拒绝，要按哪里？抱歉，抱歉。误会一场，大家误会一场。放弃领取，你说我吗？啊？什么？什么意思？哎，好痛啊！点金曲是有人会这样打，没有出来。生日饭我可以领，咦，包子生日啊！包子什么时候生日？给你猜一天，哎，今天吗？还是前天？子杰，对啊，我这好痛啊，不知道为什么，红红的。昨天好像就有在痛，就是一个小伤口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包子今天生日，哇，好赞哦，好赞哦，好啊，那祝你生日快乐。嗯，要讲，要想一下，要想一下。祝包子生日快乐！祝，我觉得就是祝你这一年都会健健康康的，不会生病。
然后呢，祝你啊事事顺利，祝你做事情都很顺利，然后祝你会参加很多的活动。自肥的部分呢，就是祝你喜欢的阿杰会越来越顺利。祝你生日快乐，包子！希望你整年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恭喜又长一岁。包子，你看了？真的假的？是吗？啊，他没有啦！吓死我了！什么臭包子？臭包子！点击领取，祝包子生日快乐！嗯嘛。生日快乐！什么唱歌版？啥呢？葡萄味夸张！今天送甜粉，今天已经三个了。好多啊！不客气，包子，祝你生日快乐！有一个是上次第一名，对啊，总共三个啊。葡萄口味大热卖。你爷什么？你爷什么？哎个好！不客气，大家。都是的好自然，谢谢陈，谢谢大家，谢谢金一，谢谢啊，谢谢博川，谢谢阿凯，谢谢金，谢谢还有谁？谢谢玉人，谢谢郭大威，谢谢大家，谢谢，不客气。你预判我的预判，无聊，居然有猜到要发，是不是太了解我了？捡到红包那一蓝手速爆快，哪有？谢谢一姐，新进入阿姐的思考领域了，什么东西语言？就很突然。谢谢可好，谢谢龙鳞，谢谢乌鱼，谢谢大家。客气的是，
奇是什么？可爱，就是这个，记得找什么谁的烂花？这个这一次我想看。谢谢玉，我想再看一次。OK OK OK， 亲爱的用户，记得及时缴交积欠思成的浪花，记得缴纳积欠思成的浪花。我终于念完了，是谁？哪位？其他直播主？是很适合我啦，但是我跟那个上面那一串，哈，幼稚，白痴，哈哈，蜜蜂的部分是很适合我，但是上面不是我。谢谢大家，记得缴纳神血的钱，没错，哈哈，对，还没错，白痴。那这个特效的人很逗，我觉得蛮好笑的。蜜蜂的部分适合。是在催债。为什么低配播一播又变美了？低配也很美的，低配也很美吧？记得缴阿姐的电费。嗯，最近有点多东西要缴，没事啦，大家。看着直播好容易忘记烦恼，赞赞的劲，赞的劲，自动升级系统。不过真无聊，谢谢，记得要缴四成的浪花哦。感觉好像在提醒我，笑死，白痴。谢谢大家，谢谢伯承。哎，我现在星座，哦，没事，白痴，笨笨的。这个浪花到底是啥？一个直播主吧，是这个平台的直播主吧？阿姐到底要不要缴费？我不知道我欠了他什么浪花，不要这样子。两个月前的生日祝福没时间被当一颗，我也被当一颗，没事啦。我们一起，你好像没有安慰到。对吧？是神之主播，对吧？对吧？对啊。穷到谢谢穷到吐，超蠢的理由被当，我被当理由也是蛮蠢的。我是被当体育就好。竟然只被当一颗，好棒好棒！
好蠢就不想讲了嘛，心里。怎么一打开是阿姐红包抢完了？哦，那很久之前的红包。那瑞刚刚才进来啊，他刚刚骑车回家嘛，对不对？他刚刚才又进来这样，所以还没有跟到红包的部分。晚安，空白。还是谢谢林老板，晚安康白，红包之鬼神出鬼没，没错，方瑞瑞 QQ， 康宁，杰米尼康最想表演的歌哦，很难选哎，最想吗？很多很多想要表演的，可是最想的话就很难选哎。谢谢空叶，哈哈，谢谢空叶，我想看 Rain， 我也很想跳 River 啊 ，River 真的是很赞的。恭喜抢到了，瑞瑞，谢谢大家。谢谢鳄鱼。最想的可以选十首，差不多。River， Love Free， Love 修行，很喜欢 Love 修行。还有什么 ？Maybe。我想想哦。可以加个梦之中吗？硬要加梦之中。等一下的，我这很难呢，很难呢。如果就以我们现在跳过的。现在五首了，看还看得出，但是现在状况好像有点难。讲三个很想跳的，三个，我觉得给我十个选上，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三个很难哎。River 是一定要的，双马尾再考虑一下。如果一定要绑双马尾，但我还是再考虑一下。来，杰克当然杰说了算，说了算。十个就很难了，三个就困难。对啊，挺。十个都觉得少的阿杰，三个太难了吧？三十个太多。
很难耶、欸、企鹅也想跳，他什么都好，只要能看到本人都可以，要求真低。三十个太多吧，这是想跳的 unit 吗？嗯，新型病毒，但是不要 center。 哪有人这样挑的。嗯，啾啾啾，就是上 unit 吧，啾啾。远距离感觉也是可以一下啦，一下就好。对不起，阿杰这里一时之前，一时之间可能想不起三首，有可能。白痴，好难诶、欸！还有什么？生人但不念口白，给第二个念，给二号念。嗯，其实说你在想说，还有会觉得，就确实是很可爱啊。但我觉得，就是我蛮想跳的，是我想要跳的。Only 土队又不是 Uni 去，谢谢 Holding。哦，纸飞机也不错啊，纸飞机，嗯，纸飞机还不错啊，很喜欢。他说瑞瑞这次抽出时间看我了，真的是幽兰果。你乱说的，所以他没有瞧好的意思吗？七夕的部分没有瞧好，是吗？你就是知道的歌太少，生日会才弹不出来，还敢讲？千辛万哦，千辛万苦的部分，所以他没有千辛万苦就排出来了，就有那个时间了，是吗？什么意思？那我今天会这么晚，因为我玩开了，sorry。公演那边直接挂，怎么可以这样？发行程挪到九点半，阿杰要准时关啊！对不起，为什么要这样？我很愧疚，对不起啦。Sorry 啊，我会准时的。生日会题目真的超难，我觉得。有几首偏难，觉得，毕竟你知道，自己虽然常常有在听，但那一下子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的歌吗？晚上比较方便看哦。嗯，好吧。你想看阿姐早上刚睡醒开播，刚睡醒还是会化妆啊，还是会醒一醒才开播啊。对，还是你就是要那种很刚醒的那种，很对不对？这意思吗？开播之前我会再想一下吧，
曲院睡眼轻松形态阿杰，你钢琴的直播感觉不错，但我不一定行得起得来啊，大家。阿杰不懂，就算醒一醒过来还是吵不来。小蜜，什么意思？话说今天开的海提飞，现在一场应该是 B 啦。开了继续睡，哪有这样的？不行。开班两点，不行哦。最近都老人作息不行，太晚，早睡早起啊。跨年公园可以一起熬夜，一起倒数，睡不？No No， 吃饭了吗？哦，有吃了，算是吃了吧。谢谢瑞瑞。对啊，年下族没有办法工作到那么晚，还是有些人会受到限制，这很难欸。一起倒数阿杰老一岁，为什么倒数会老一岁？你说我生日的时候要倒数是不是？心情好点了吗？还可以吧。过年就算老一岁了，为什么过年就算老一岁？为什么过年就算老一岁？可以跟姐姐说看时钟时间，因为笑人在开播。哇，这个解释哇，太瞎了吧！配菜如果有甜不辣，会生气吗？不会啊，我蛮喜欢吃甜不辣的耶。金，哪里合理啊？完全不合理，好不好？根本不合理。周六见，瑞瑞，恭喜你。感觉是我完全不能用，好不好？跟阿姐宗教战争同一边，你说甜不辣的部分吗？甜不辣蛮好吃的吧，吃到真的很生气。为什么你不喜欢吃甜不辣吗？静，安娜瑞，我美所以合理。当便当配菜，为什么那便当配菜是什么？你会很开心？
便当配菜有什么我会不开心？我不会叫不开心哎、欸，只是说就会不会吃而已吧。但用烤的还是炒有差，是有差啦。可是我觉得我都蛮喜欢的哎、欸，白饭配林姐。下饭是不是林姐酱 ？OK， 芋头哦，我也不喜欢芋头，可是我不会到生，不会到很生气啊。虫子什么？阿姐挑食啊，我蛮挑食。好像在打电话问现在姐姐早上几点？现在早上九点。不要在那边乱讲，苦瓜我也是不喜欢。苦瓜无法接受，不行。我没有很喜欢茄子，但是，就是它煮的真的超级烂，然后那个酱料就是能盖过它的味道，我是可以吃的。上次喝到芋头牛奶，我惊恐的要命。但是我不生气啊，但就是我真的不能接受、欸，哎，完全不行。但就不能有甜不辣，居然竟。茄子数一数二好吃的东西，真的哦。紫色食物我大多都不爱，虽然樱很色吃紫色，笑死了。茄子要配对酱料，对啊，就是那个酱料，那个蛮重要的，你知道吗？怎么会再怎么苦都没见到，都没有见到，见不到我苦。是吗？是吗？是吗？茄子各种招人，茄子。Tin 也喜欢茄子。不知道哎、欸，会再试试看吧。谢谢乌鱼，我二十分念排名哦，大家忘记讲，二十分。人生比较苦啊，米酒咸蛋勉勉强强吧，薰衣草冰淇淋。还蛮突然的一个选项，心意。你一定点茄子、青椒、苦瓜吃。我是会吃青椒啦，但就是没有很喜欢，但是我还是会吃。葡萄不是紫色吗？葡萄还是紫色，没错。阿吉要下吗？九点半啊，我二十分会念。你喜欢哪些别人不吃的？也是蛮好的啦。超级拒绝韭菜，吃韭菜会吃到很想吐，我真的不行。谢谢樱桃猫，谢谢樱桃猫，好多信。以前还蛮不喜欢油豆腐的，哇，你不喜欢的东西我好像我感觉我都还不错哎、欸。韭菜做了吗？韭菜我真的是不行，阿姐阿姐可以对你挥挥手吗？为啥、啊、空白？怎么了？嗯，我怎么那么挑食？弟弟是不是？哦，我这个叫挑食的话，弟弟根本就是，那就是什么都不吃了吧？
听到他只要下播，感觉比吃到苦瓜还苦，夸张听。韭菜不行，韭菜。我们这里的韭菜就是那个韭，就是吃的韭菜，好不好、哦？觉得自己其实也蛮挑的，油豆腐跟甜不辣的部分拉筋。因为觉得我很美，所以要跟你挥手，虾米。吃热炒一定会有韭菜，吃热炒比较多，也是很难讲吧。反正什么菜，调料都很难讲啊。但我就是不要吃就好啦。嗯，韭菜 VS 苦瓜，太难了吧？世纪大选项，奶奶乌鱼爱捆了有一点，奶奶乌鱼期待期待。韭菜跟苦瓜太难了吧，这个我都不行耶。香菜好像超多菜的，香菜我可以接受啊，不会说特别喜欢，但就是我觉得有没有它都没差。韭菜炒蛋是极品，韭菜炒蛋我超级不行。这你们这边说有没有搞错，有时候会说有无韭菜，哦真的假的，好酷哦，或者是有无韭菜。加一碗糖，韭菜一糖，好哇、哦，人。谢谢空白。好爱香菜，韭菜炒蛋，苦瓜咸蛋，苦瓜咸蛋。因为韭菜跟搞错谐音很像哦哦，那就说得通，呵呵，那就说得通。换一个，谢思源，残酷二选一，超级残酷哎！韭菜水饺不行，绝对，我看我会直接吃皮哦。呵呵，谢谢强大兔，只吃皮啊，我就不吃韭菜啊。21了，22了，我要念排名了，大家。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是庄莹，谢谢庄莹，谢谢庄莹。第九名是 Hold In， 谢谢 Hold In， 谢谢 Hold In。第八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耶。第七名是舅，谢谢舅，谢舅，谢舅，舅哥。第六名是穷道兔，穷道兔是失业兔吗？谢谢，是穷道兔。第五名是静，谢谢静，谢静，谢静。
谢静。第四名是柏辰，谢谢柏辰。谢柏辰。第三名是包子，谢谢包子，生日快乐，生快 HBD。 还有什么 HBD 还有没有，生快谢谢包子。第二名是玉，谢谢玉。第一名是空叶，谢谢空叶，谢谢空叶，你又有一个飞吻啦，今天有两个啦。恭喜你耶！安莎卡拉卡，安安，今天跟你们不一样，播的比较久，没有一样一个半小时，我晚播了。今天做梦都会笑，你说空叶的部分吗？你讲啊？什么？有事啊？姐先去吃个韭菜，换个味道吧。什么意思？什么吃茄子？不要叫我吃那些可怕的东西。辛苦啊，空白，辛苦啦，辛苦啦。也分谢给阿姐，谢谢空月，天天开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点击领取，谢谢今天的第一名空月。祝你生日快乐，虽然已经过一天了，生日快乐，谢谢你。嗯，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谢谢大家，辛苦了，抱歉让大家等那么久。然后希望礼拜六的公演都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大哭，我要怎么感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开开心心的看公演，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这次的线上公演，期待与你们相见。我们自己想象你们在台下。谢谢大家，辛苦了，安奈。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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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老师奶奶口奶奶坚果奶奶乳奶奶听奶奶樱桃猫奶奶拉拉奶奶静奶奶穷暴兔奶奶新一奶奶后应奶奶陈奶奶米酒奶奶一昂奶奶玉人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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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空白奶奶静奶奶幻影战士奶奶钟仪奶奶罗琳奶奶阿翔奶奶空燕奶奶阿凯奶奶包子。大家都是 A 排座位，奶奶玉人奶奶黄鱼奶奶，可好？请不要喊到我听得到，太可怕了，太大声。奶奶钟仪奶奶卡拉，大家辛苦啦，早点睡。奶奶大健奶奶奶奶，大家晚安。奶奶静。奶奶阿拉奶奶樱桃猫奶奶可以晚安晚安大家晚安。